炸死了我。就是我这一天都把我吃了，算是没有瘾。嗯，我这才一个，对啊，就是那个衣服。呀？呀？啊，他其实比较讨厌我。因为我在看你，看人呢？我为什么？你下来走一走一走一我们还是可以的，先走。嗯呢？他怎么会这样？你是不是不大不对？你是不是不大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因为没看到。就是说有点不想钱。太阳山嘛，你就是想。我一直想。除了你们那个。还有你们那个。当然这个，就是看这八九。我还有历史上的那个上西城的最高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个睡觉，洗菜睡觉。他们晚上睡觉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像是这个应该大一点。洗菜睡的。那个是妈妈。他求着家里了，好几天一样的小脸，老公高兴。小脸他都不洗了，擦。你看。没关系啊，也平安，我也有些朋友，有猫的。看人脸嘛。也能给他，也不太多了。两天三天，三天了。我想